今天来吃一个碗团，上次我发那个视频啊，给我一顿说，说我没把它给切开吃，说我吃的埋汰。醋，这是料汁包，辣椒油，来吧，今天来一个不一样的吃法。咱给它切成八块，这是荞麦的，特别好吃。我接受新鲜事物的能力比较强。